诸位法师、诸位同学、亲族，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32页，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至于三辈中是否包括边地问题，无量寿经钞论之甚详。这讲的边地边地前面家乡书里面讲的很好，怀疑生边地，怀疑为什么能生边地，他还真干，一点都不含糊，真的发愿求生，非常恳切，只是像打赌一样，真能往生好啊，没有没有就算了，抱着这种心理心态生到边地啊。有些人对自己功夫不得力，幸运不是很见人见，有幸有缘啊，能去当然更好了，不能去了就算了吧。这样的心态就是半信半疑，但是他不是不干，他还是非常坚定的去干往生。生到边地，边地只是500年啊，这500年当中呢，在莲花里头没开花，升到西方极乐去，且保持着啊，花不开，要500年后它才开花。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
这个我们要知道，他那个地方时空都是永恒不变的，不需要靠日月的光明，那边没有，那边是光明的世界佛身放光，菩萨放光，每一个人往生的人都有光明。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的，万物都有光明，所以说光明世界，这个光是自信的心的所起的作用那么他讲五百年，当然是我们人间五百年，人间五百年很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长。那五百年之后，他在那个地方已经习惯了，化开了，真的不是假的。虽然花里面见不到佛，闻不到法，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给他讲经说法，我们也能够联想到，在花里头这五百年当中，花没有开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莲花里头有化佛十方世界，佛都能化身界去接引当然有化身来为他说法，还有菩萨甚至于方便土地罗汉这都是他们的同参道友。所以五百年的时间在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无量寿看五百年就不长啊。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这是侥幸的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是侥幸也能生边地今天这一段就给我们说这个问题，至于三百种是不是包括边地这个问题，无量寿经经钞有详细的说明这下面就是抄底的这个问题，抄底的书经书不同，五种译本说法不一样五种译本都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所说的真经，佛说法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听众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说的并不完全相同，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有的地方说的详细，有的地方说的简略，
都不足以为奇。啊，所以正因为是佛多次宣说，所以汇集实在是有必要。啊，过去王龙书做过汇集，宋朝时代。啊，清朝魏默生做过汇集。我们今天用这本子，是在抗战期间，这是民国抗战期间，夏联渠老居士的汇集文。啊，过去汇集有人批评。有些地方有欠缺，有过失，不能不承认。啊，夏联渠老居士重新再做一次汇集，把过去的弊病全部都回避了。啊，小心谨慎，用了十年功夫。啊，汇集三年完成，下面七年是仔细校对，务必每一个字每一句都由原来的经本做依靠，没有改动一个字，这是汇集本里头最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夏老居士做到了。啊，民国初年这些大德见到了，没有不佩服，没有不赞叹的。啊，汇集本正是为我们现代念佛人而做的。我在大陆没见过，在台湾见到，我们要格外的珍惜这个本子，确确实实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一切众生，只要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一句佛号，决定的事。啊，为觉经啊，觉经汉译的清净平等觉经，即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无疑的，值千里的，中下辈是，中辈里头有，下辈里头也有，三辈九品的，都有边际。啊，边地对于极乐世界的怀疑，有人轻，有人重，所以不一样。啊，真经这只为意义的，三国时代，啊，无疑的时候也是三国时代，为义抗损开。啊，智是精进康僧开义的宝儿，别说智，说故注思意义。经中这些大德，每个人对这个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啊，你看看，坛鸾法师、元晓法师，韩国的法住法师，
如瞻法师存不舍矣。啊，他们的看法佛说遍地是一种方便术，鼓励我们，不见得是真实真有，可是一起谨心龙心人月等事存舍矣。啊，这些法师们相信佛方便也没有妄语，啊，不能说哪个方便妄语，佛方便也不会有妄语，啊，那就是他们相信中下辈有，上辈绝对没有，没有边际。啊，中辈比下辈就殊胜，啊，时间就更短。下面说，但以此经的翻译正本，坛鸾大师我从高祖今续一直啊，这尊重坛鸾大师，接六论云，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不如三辈，啊，三辈里头没有的，夫三辈在信心往生，以所劝也。边地呢是疑心妄生，也所戒性疑劝戒，天地水火何得相识，啊，超级的这种看法很好，啊，所以说超论深善，但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堕边地，两心不同，生出彼异，是以精进绘本于三辈外别名边地一阵。于后第四十篇里面再详细解释，啊，所以这是讲到夏莲老的他老人家的看法，啊，两种人用心不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也不例外。这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必须知道，真的搞清楚找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坚定了，不会堕在边地一阵，啊，这里面就带着有劝勉我们的意思，是以精进绘本于三辈之外别名边地欲尘，啊，这个在后面第四十篇当中详细说明，我们看幕后这段更是
弥勒忏悔，弥勒白言，受佛明慧，受是接受，接受佛，明白的教诲，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专心修学，如教奉献，不敢有疑。啊，幕后这个不敢有疑，这一句好啊！啊，说明弥勒菩萨不敢有，啊，这后面的经文是弥勒菩萨当机，前面是阿难当机，往下都是弥勒当机。啊，弥勒白言，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弥勒临受佛旨，乃向佛言，受佛明慧，明智也，备也，贤也，法也。那明慧的意思就是贤法大智，明白完备的教诲，明白我们讲圆满的教诲。难得不让学生有丝毫怀疑，把疑根都给拔除了，这才叫圆满，这叫完备。所以能如教修行，不敢有疑，这是大智慧啊！这个智慧能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专专一，一门深入，精精进，修修行，学学道。精勤学道，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古来诸师大德都是走这条路啊，稳稳当当，走出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啊，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可以说它保证我们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没人保证，完全靠自己断惑证真，净宗是无比殊胜，就是待业往生。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完全是消业障，消一分提升一分。
下一分再提升一分，一直要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才能够圆满菩提，真的佛果，待业只有这一门，所以成为难行之法，许多菩萨阿罗汉不敢相信。你给他讲笑笑，他摇摇头，他不晓得。什么原因？怀疑。不是小疑，是很严重的误会，难以叫人相信。为什么？众生之所以变为众生，没有别的，就是迷失了自信。那成佛也没有别的，只是把迷惑断干净就成佛了。你看看，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断了，正菩萨果位。菩萨大经里面跟我们说，从初性位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阶级，烦恼断得越多，地位越高。51个阶次是等觉菩萨，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了，才能成佛。成佛叫妙觉，在等觉之上，从初心到妙觉，总共52个位次。毕业了，说待业就能往生，就能够成佛，没人相信。我们能信，奇怪了。实在讲，并不奇怪。佛在《大乘经》里头说过，我们是怎么回事情？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我都忘掉了，不知道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能生信心，能发愿求生。当然无量劫还有无量劫，无量劫也有长短不一样，也有浅深不一样，供佛也有多少不一样。我们对他怀疑，疑心越重，就知道我们的善根福德不足。有没有？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善根福德，你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完全排斥，他不会学这个法门。这都在我们一生当中见过，我们能体会得到，
感到自己很幸运。啊，自己能遇到真正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个人的善知识，我对他尊重，我对他尊敬，我相信他，他不会欺骗我，他所说的话我能接受，我能奉行。那程度浅一点点，缘没那么深，浅一点，听得怎么样？欢喜，信受不能奉行，或者是念佛。我们现在呢，常常看到的念佛的同学，对于情执放不下，对于世间名闻利养放不下，这都是过去生中供佛还不足。经上讲啊，真正一接受就真干的人，真往生。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我们还没到这个数量，所以这个心发不出来，这不能勉强。要勉强，人人都能成就，何必要无量劫功夫？听经，佛慧双修啊，所以真能相信，一听就接受，能相信，这不是一般人呐、啊，善根深厚。那这一生他能掌握住，真能放下万缘啊，心愿持名，专一精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他能够专心修学，如教奉行啊，《法华经》里面说：“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啊，真能干，一个都不会漏掉。如教奉行，表弥勒灵接佛训，弥勒菩萨听懂，真懂了，真明白了。为什么？决定遵行，遵守佛陀的教诲，真干呐、啊。不敢有疑，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不敢生疑，表领受舍疑之劝啊，疑。乃万惑之所生，故言断语。对于佛菩萨，对于祖师大德，我们一般说，对于
有修有证，为什么？这些人的用心都在劝导大众对于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希望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真修学，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成佛道啊，怎么可能有欺骗人的话？怎么可能呢？这个理要懂。我们的心就定了。对于一些有疑惑的，我们明了他的缘还不足，所以还有疑，疑有浅深，各个人不一样。那以前我们要帮助他断疑生信，疑很深就随顺他啊。如果他喜欢别的法门，我们都赞叹都欢喜啊，学禅学教学密都能成就啊，比不学好啊。慢慢培养他的善根，善根不容易，生生世世一世一世累积善根，才能够专心不移，不是容易事情啊。眼前我们看到大德，他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信心从这里升起来的。啊，我入佛门，缘分第一个，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大学教哲学，啊，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啊，父辈，他怎么会骗我？不可能的事情。他希望成就我，他非常认真教导我，我感恩了。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很清苦啊，晚年。老师过世了，师母在啊，我报老师恩，照顾师母，人不能忘恩负义，啊，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奠定学佛的基础，跟李老师学教十年啊，这些人当代的大善之士，
走了。啊，我们每一起名是这些大德的传人，而实际上我们跟上一代的比差距很大，这就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李老师的老师是印光大师，他跟印光大师相比也有一段差距啊，他比不上印光大师，我们跟他比也比不上他，摆在面前什么原因？李老师那一代的人，他们的根真正是从儿童时候扎根，我这一代没这个机会，遇到的是八年抗战，啊，每一天逃难呢，十几岁跟难民在一起，看到的都是家破人亡，我的印象很深刻，看到人生是苦的这一面，啊，自己一个人受苦比较容易啊，如果有家眷，有妻子儿女，一家受苦，可怜呐！啊，这都是亲眼看到，而且这么八年抗战，啊，也是我出家缘分之一。为什么知道人生太苦，啊，不忍心连累别人受苦，这样走进佛门，走进佛门也是受苦受难的。老师给我指的路，我不敢违背。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听话。啊，真的走这条路还算是佛菩萨加持，我自己感觉的一生走的路佛菩萨安排，我自己都想象不到。啊，看到佛法衰了，传统文化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是发愿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路，绝对没有后悔。啊，世尊一生教学没道场，我是想了多年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要道场？
今天我们明白了，有道场要操心，要管人、管事、管钱；没有道场不操心啊，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得大自在。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生活苦，待众生苦，为众生做个榜样，佛能受，我们也能受。啊，每天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我们仔细去观察，他办学，办学没有学校学，讲堂在山林树下，过的是游牧生活。那个团体也不小，我们估计至少有3000人，长随弟子不离开的1255人，还有临时来的，跟佛陀3天5天，1个月半个月的，我想想人不少，加起来孔子有弟子3000，释迦牟尼佛我相信也有3000左右。啊，这些人在社会上给我们所表演，有出家有在家的。啊，表演这么多人表演给人看，让社会大众看到了断疑生信，尤其是佛陀、太子身份呢，19岁舍弃王位，谁愿意干这个事情？我们学佛之后明白了，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参学，在菩提树下开悟了，放下所执障。你看前面放下烦恼障，后面放下所执障，2障都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凡夫不能成佛，这2种障碍放不下呀。佛的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认真去好好去想想，2大障碍，烦恼所致啊，彻底放下，问题解决了。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我们今天讲的话，办班教学。从谁开始呢？无比丘，熟人，
啊，这五个人都是他的家亲眷属，他的父亲派他们照顾佛陀，等于说是佛陀的侍者。啊，五个人找回来跟他们说法，他们开悟了，乔真如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12年小学，8年中学，22年大学。我用这个大家好懂，这做比喻。最后8年，法华涅槃等于研究所，把学生。一直带到法身大士啊，菩萨里面有没有开悟的？三贤菩萨大彻大悟等地啊，登地的菩萨等于研究所毕业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佛陀、菩萨、阿罗汉都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学校有博士、硕士、学士，有三个等级，佛陀也有三个等级。啊，小学毕业阿罗汉，中学毕业菩萨，啊，大学毕业研究所成佛，啊，虽成佛没证得圆满，化身菩萨等于佛，啊，他烦恼断尽了，但是。根本无明的习气，烦恼是断了，习气还在，习气不好断，时间长，慢慢让它自然断掉，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在哪里修行？在十宝庄严土，啊，这我们讲极乐世界。诸佛刹土呢，叫释迦牟尼佛的刹土。这些菩萨在哪里？在华藏世界。啊，登地了，他在华藏世界。啊，在极乐世界叫十宝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怎么修法？怎样修成正果？说三个阿僧祇劫，是生十宝土的时候才算数。那用一般的讲法，必须你往生到华藏世界才算数。在华藏世界，三个阿僧祇真的圆满的佛果，妙觉如来。啊，说来说去，最后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尊崇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的慈悲，其他诸佛没想到，
阿弥陀佛想到了，想出一个方法，在西方建立极乐世刹土，来戒引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你能信，你愿意往生，就有缘。往生的条件，偶业大师讲得最好，全在信愿之有。你相不相信？肯不肯去？只要有点这两个条件，往生条件你就拿到了。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办学也是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同居图是小学，方便图是中学，十报图是大学，长极光见图是研究所。不可思议，谁肯信？谁肯专精念佛？谁就往生。纵然造作无逆十恶，极重罪业堕无间地狱的，只要他一口气还没断，有善知识劝告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相信，不怀疑，就真念。黎明宗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到哪去找？这个法门谁能相信？所以相信的人可以说是大善根大福德。啊，还不敢相信怀疑的，善根福德不足啊。哪个法门修起来都辛苦啊，这个法门容易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经明不明白不重要，只要你相信。经什么作用？经就是帮助你起信，帮助你发愿，发愿求生。你信愿具足了，经就不重要了。啊，那么经对于你是化他的，信愿持名是自度的，自己得度之后要帮助众生，众生跟我的根性不一样啊，接触众多的众生，众多不同的根性，所以要学一些法门戒引大众。学经教的用意在此地，不是别的。啊，对佛来说呢，也是报佛恩。
我们不能把佛教断掉，世世代代有人承传。一个人都行，人越多越好。要正感啊！弥勒菩萨不敢有疑，给我们做示范。弥勒菩萨是后不服，现在才多少天？啊，他不敢有疑，我们敢有疑吗？啊，给我们做榜样。念老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疑万惑之所有生，无量无边的迷惑都是从疑产生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断掉。对佛不能疑惑，对人也不能疑惑。好人要清净，恶人要远离，啊，我不伤害别人，也不能让别人伤害我。要保护自己，这一生顺利往生，这就对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篇，着实卧苦第三十五，念老品题有简单的介绍，此品广明着实卧苦，着是染污，不干净。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词，感觉很深。为什么？地球被染污，大概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听北京的朋友来到香港告诉我们，北方的雾霾非常严重啊，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面积，听说四五个省啊，飞机飞上雾霾上面，下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啊，降落的时候从雾霾当中飞下来，主，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但这一样就总代表了，着实底下卧苦，这个卧是我，哪个人不干？身杀生、偷盗、邪淫、口妄语、念识、其余卧苦。
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还加上一个傲慢、怀疑，对什么怀疑？对善怀疑，不相信世界上有善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舍己为人的人。啊，他恶，他苦，他认为一切人没有一个不是我人，都跟他一样，所以要精进，要斗争，要战争。啊，今天的战争跟过去不一样，用的是核武。一颗飞弹人口集中的都市可能会杀死100万人，怎么得了？这些制造核武的国家拥有的飞弹7000多枚，美国有7100枚，俄国有7300枚，毁灭地球还有余啊！还要拼命在生产性武器，目的何在？毁灭地球。他就心甘情愿，啊，不相信有道德的人，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啊，同学们送给我看的，英国的罗素回忆录。他在中国住了1年多的时间，深有感叹，肯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族。我相信我生长在抗战前几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那一年，我11岁。那个时候的社会上好人很多，我们受教育不是在学校受教育，也不是在家庭受教育，家败了，在哪里受教育？在社会，看到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思想都会给我们做榜样，没有恶意啊，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在那个时候社会人还可以看到。我们生长在乡下，乡下更淳朴啊，都市里头难了，就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向下很明显。啊，也许我们这个向下比较特殊，是明清两朝桐城派的基地。啊，我们方东美先生他就是方苞的第十六代，文风很盛啊，所以乡下老百姓都很守规矩，都懂得礼。都懂得帮助别人，那对别人关心，陌生人也关心，没有觉得哪个是坏人。抗战时候，我们逃难，天天走路，大概也走了一两万里路啊，走了十个省啊。啊，看到的时候还在，这种风气还有。胜利之后，一年两年，变化很大，看不到了。开始看到人对人怀疑，人对人猜忌。啊，那种淳朴风气没有了。啊，现在又过了六十多年，将近七十年。是我们对于民国初年那种民风念念不忘。非常向往，能不能恢复很难了。人被欲望迷了，真的是迷糊涂了。啊，那种风气，我们跟人讲，也听不懂。他从来没想过，也没看到过中国好在什么地方。你不懂啊，讲你也没办法体会啊。你看到现前的社会，你怎么能相信过去？过去为什么那么好？教学危险，在家里头，家里面是学校，叫家学。为什么？长辈都做榜样给晚辈看，孝敬从家里生的。啊，然后才扩展到社会。你离开你家门，你到街上走走，人人都如此，人与人之间都是那么恭敬，那么谦虚，忍让。啊，再也看不到。现在家没有了，过去是大家庭。我小时候在大家庭里的住过，那时候已经很衰了，上下还有两百多人，是一家了，一个家族。
啊，兄弟不分家的，过的是团体生活，互相照顾。啊，学校老师教诲，老师教得很认真，也是给学生做榜样，身教。没有身教，你说的话没人相信。啊，社会上明理清朝亡国之后，民国成立，没有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推展开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大环境出了问题，那就是列强真的想瓜分中国，啊，日本侵略中国，他们的目标我们知道，希望统一中国，日本来统一中国，啊，中国过去蒙古人统一过中国，满清人统一过中国，蒙古跟满清成功，他们推行中国传统文化，啊，蒙古跟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使人民感到，哎，他不输给我们中国皇帝啊。清朝盛世比中国明朝还要好啊，人人欢喜啊。啊，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惊醒了，不抵抗不行，不抵抗不能生存。啊，最后日本投降。这段历史我们很清楚，亲身经历。啊，民国建立，如果真的用中国传统文化，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来教化人民，对西方科技慢慢赶上。啊，我们科技一直到现在才看出，好像是在赶上了，不容易啊。如果我们文化赶上，会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这是大功德。那么这段经文好像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现在地球的状况，他说的不是过去，就是现在，在地球上发生了。啊，我们读了要提起警觉，要断恶修善，要依教奉行，要相信因果善因
善果，恶因恶报。那我们看注解，光明，这是我故。过者无我，杀道因妄求，这无我。苦者无痛，无少。啊，痛是痛苦，烧就不必说了。确定舍我行善，离苦得乐，这个瓶颈问题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啊，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舍我行善，离苦得乐。甚是要学，要行；乱世更要学，更要行。尽人诉说，无界所访，佛学生入门，先受三归五戒，这才是释迦佛的学生。啊，这不是出家，在家学生。无界所防的杀盗邪淫妄语饮酒，使其无我。无我就是摄这五障四趣，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酒本身没有过失，酒乱犯前面的戒就是过失，所以佛把酒戒了。啊，告诉我们前面四种这个罪，戒罪是性罪，你造作本身就是罪，饮酒本身没有罪，叫戒罪。酒喝多了，酒醉了，你会犯杀盗淫妄。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不会做，酒醉的时候会做，所以把酒列进去。那么造此无我，于现实中枉法之罪，这是国家有法律，这个法律就是酒喝醉的时候你犯前面四种，你要接受法律处分。这叫什么？这叫痛啊，身遭何难。这是痛啊，以此无我，于未来世三途受报，所谓无烧。烧你还不知道，烧是什么？把你活活的烧死，火烧死。什么时候死了以后，在三途啊，
啊，上升，你在地狱里头要被这些恶鬼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你，杀你，这叫烧啊，真烧啊，地狱所现的是一片火海啊，地狱到处都有火，所以叫烧啊。淫欲的罪要报铜柱，这个铜柱是用火烧红了的，让罪人去报啊。到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苦了，这是犯邪淫的罪，无恶者恶因也，无痛者化报也，无烧者果报也。说了三种报应，为什么会报？你造了恶因，佛的戒律好啊，戒律是救人的，救命的。不是坏事啊，杀人是死刑，重罪啊。那我们这个世界给你的处分，是现报，现世报叫化报，叫无痛。啊，将来堕到三途，堕到地狱，那是果报。啊，所以他用烧，地狱是一片火海。纵然是寒冰地狱，你的感觉里面是火海，果报啊。有嘉祥大师说里头，舍无恶语，何故但名此物，由世人喜造故，篇章，章是彰显，特别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为什么说无？这一句话说得好，世间人喜欢造，喜欢造杀道业，啊，我们听到现在地球上这些大国都在非常认真地发展核武器，美国拥有核弹头，7100枚，俄国拥有7300枚，还要造，还不够多，造来干什么？毁灭地球。毁灭地球
在地球上被核弹炸死的华宝，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听同学告诉我，爱因斯坦附体透露信息，他现在在无间地狱，地狱的名称叫核爆地狱。换句话说，他在地狱受的罪就是核武爆炸啊，就在他头顶上。一个核弹炸完了，第二个又来，第二个炸完了，第三个来，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休止的，苦不堪言，劝导大众千万不要用核子做武器。如果用核武做武器，下达命令制造的、主持制造的、参与工作的，将来用它做战争武器，下命令的人、执行的人，通通都受地狱果报，跟他一样。核爆的实验，我听说有不少次，还用人做实验啊，看他接受这个核辐射的时间多久，他受什么样的伤害。非常残忍的，拿人命当作动物来做实验，叫人看到寒心，不忍心看下去。他会有好果报吗？他不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真有。他不相信有十法界，十法界也是真有。世间人喜欢造这个业，所以特别把它彰显出来。佛教人敬佛门就受三皈五戒，我们看下面经文，赞无我真德了。我们要把这个我断尽了，断得干干净净了。啊，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这佛赞叹啊，你们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要端心，心要端正的，怎么叫端心正义？不造这些重物，就是端心正义。端心，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不好啊！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怀疑，没有傲慢，
就是顿性正业啊，守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是善业，身不为杀盗业，口不为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啊，再加两个，不傲慢不怀疑，这就是断心正义，不造众恶。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断心正义指正心诚意，中苦古人教给我们的，做人的根本，儒家教给我们，从哪里开始下手？从格物致知。物是什么？欲望。代表的五欲六尘。五欲，财、色、名、食、睡，人所贪念的，这不是好事情。那我们今天浓缩起来讲，财、色、名、利，人不能没有，适可而止。最好是能够欠缺一点，不要太满足啊，满足罪业就现出来。要淡然处之啊，生活清淡一点好啊，身心健康就是宝。没有忧虑，没有操心啊，没有贪欲的念头，没有嗔恨，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对立。你跟我对立，我不跟你对立。心坦然。意才成，意成心就正了啊，心不偏不邪，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觉悟啊，所以正心诚意，儒家讲修身的，身就修了，都讲的身口意，善护纪念，最重要的好好的保护你的善念，保护你的真心，保护你的善念啊，绝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这就对了。
念老给我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远离三途，不思邪恶啊，我实相反过来就是我。沙道曰：“神我，妄于两舌，其余恶口，口恶。贪嗔痴是意恶，你的念头恶，邪恶。”啊，所以远离三途，贪嗔痴，不思邪恶，就是杀盗淫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有一机大师告诉我们，直取菩提名为断心，心断真，不求于事，明正义。从修佛的人来说，菩提是什么？菩提是智慧，是觉悟。人生在世，求什么？求菩提，叫断心。除这个，什么都不求。那所以佛门里头学教的人求什么？大开圆解，对于事出世间的真相真的明白了清楚了，叫大开圆解。修禅的人，他的目的明心见性，明心是智慧，见性是看到自性的体相用，不可思议。念佛的人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都叫真意。啊，那么世间人求什么？求财色名利。贪嗔痴慢在其中，杀盗淫妄在其中，后面还有三途苦报，苦报在其中。不能不知道啊！那下面说，啊，知取菩提名断心，心中有佛。我们修净土的，一切事，一切处。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阿弥陀佛。我们所向往的不是世间功名富贵，不是，我们向往的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对了，完全正确。啊，下面说其意更深的，该以为去菩提实称断心，
什么叫断真心？心念啊，直取菩提。我们求什么？求智慧啊！人生最快乐的、最高的享受是什么？真实智慧。很多人不知道啊，古时候读书人求什么？求孔颜之乐。孔夫子颜回之乐，就是《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要这个。啊，这是什么？真乐。孔子颜回，我们在《论语》上读到，他们没有做过高官，没有财富，换一句话说，没有社会很高的地位，也并不富有，他落什么？他落的就是对于整个宇宙明了，他有智慧，他知道这怎么回事，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人，就快乐啊。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论语》上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这是真乐，与地位没关系，与财富也没关系，谁都能得到，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世间名闻利养可以能够相比的。一无所求，对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叫真心。我们念佛人除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外，无所求，我们的意就真，我们的心就断了。啊，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中国。啊，自然是，纵然是有缘，你也不会干这事情。这叫大德。古人甚为大德，大德者，德之至也。啊，是说是一个人的德行达到一定的高度，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孔子、释迦达到了最高峰啊！孔子生在平民之家。代表平民可以成圣人。释迦牟尼佛生在帝王之家，身为太子，他明白了富贵不是真正之路，所以他十九岁出家了，放弃王位的继承权，出去做一个苦行僧，
为什么？乐比做过王快乐，过王比不上啊，他有真乐。我们无法想象啊，释迦孔子都是得知智者也，大德了啊！到今年2500年了，中国人还尊称他为至圣先师，他的生日大家还纪念他，还想向他学习，这就对了。我们读书要明理，学佛要像佛，学儒要像孔子，这就对了。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